大同区哦，其实也是会跌。为什么？因为随着疫情结束，飞机变多了。其实你们发现这三年，大同区的飞机很少，因为没有两岸飞机，没有去日本的直航飞机。而今天疫情结束，只要中国全部开放，中国所有的飞机，大同区的天空都是飞机。那你觉得，对不对？要重回过去的时间喽，要适应一下哦。